个星期一次的练习，为了能够完美呈现，没有人想缺席。因为一个礼拜才一天，然后就是练习日的话，我尽量没有安排工作在这边，然后跟大家一起练习，你才会有那个感觉啊。如果在家里，可能我们就是随随便便。觉得大家很忙啦，也是抽出那宝贵的时间来参与。要是你没有来参与那些动作，你就会跟不上咯。因为这里是团队精神嘛，所以我大家一起来这里练哦，才会比较齐。募集金丝堂建设基金，麻坡慈济人举办音乐会，演艺志工有心投入，也有所收获。大爱无爱乐无量，和大舍无求恩无量，就是要学习大爱的精神，帮助任何人都不求回报哦。可以用在我人生当中的一些指引的方向啊。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大众一种不同的感受和祝福，能够把大家的那颗善念善心汇聚起来。透过钟鼓声传递佛法，也为善的道场汇集更多爱的力量。大爱新闻黄淑彩、苏欣怡，马来西亚报道。